1949年3月25日下午，西苑机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阅兵活动。西苑机场阅兵是新中国定都的奠基礼，也是开国大典的重要序曲。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大多数人印象中， 共和国的阅兵式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但实际上，人民解放军曾举行过数次非广场阅兵。这些阅兵活动更有沙场点兵的意境。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 在内蒙古朱日河训练基地举行，这是我军革命性整体性改革重塑后的全新亮相。15架战机编成的歼击机受阅梯队呼啸而过，1.2万名官兵厉兵秣马，受阅地面装备600余台套， 各型飞机100多架，多款自主研发的重器也都属于世界领先水平。三军将士精神抖擞，如钢铁洪流，展现着人民军队的无畏气势。 朱日河训练基地位于内蒙古苏尼特草原，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由沙漠、草原、山地等地形组成。复杂的地形造就了独特的练兵地理优势，它是我军最先进的陆空军事训练基地，也是亚洲最大的军事训练基地，专为实战性而打造。 这次阅兵打破了广场阅兵的惯例，处处体现沙场特色。受阅官兵全部身着迷彩服，受阅装备也都是战时涂装，没有军乐队、合唱团，也没有现场观摩的群众。受阅队伍全部是按作战要求混编，以作战需求为目标组成的作战群，这不是常见的礼仪性阅兵， 而是真正的实战化阅兵，无论人员还是装备，随时可以听令出征，展开作战。沙场演兵，它展示武器装备的时候，不是像过去陆军、海军、空军啊分头来过，而说把这些部队和武器装备进行了分组，也就是说，未来仗怎么打，我们的编组就怎么编。 预示着就是你的这种作战的方式一种改变，就是从过去的协同作战，转变为联合作战。此次阅兵中，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歼20战斗机、99A坦克以及东风31AG洲际导弹等气势威武的大国重器身上。然而，与他们同时亮相的，还有一款不起眼的小车。 它就是与特种兵们一同接受检阅的，绰号为“山猫”的全地形车。山猫全地形车的问世，源于一次演训保障任务。多年前的一次演习中，由于没有合适的机动平台，官兵们只能徒步行军，穿越复杂地形，双腿机动不但耗时费力，而且容易贻误战机。为此，中国军工8年磨一剑， 设计制造了山猫全地形车。山猫突击车呢，大家看起来它外形呢其实非常的小巧，非常的可爱，它其实就像我们的一辆轿车一样。
山猫车体全长 3.9 米，宽 1.8 米，车底距地高 0.28 米，自重 1.7 吨，载重 1.2 吨。它的外观就像是用八个车轮托起了一艘小船。在车顶部、中部和尾部均有加强梁，菱形的车头内包含了一体式油箱。该车采用动力后置设计，液压传动、无级变速与双差速制动转向等技术。山猫就是一辆微缩版的装甲车，要在小小的车体内集成众多先进技术，是个世界级难题。山猫出租车呢，是一款比较独特的这个机动车辆系列，它既有四轮的，也有六轮的，也有八轮的。那么不同的平台，它可以执行不同的使命任务。山猫全地形车主要用于人员输送，可搭乘人员六人，也可作为轻型武器的运载发射平台。由于它是八轮驱动，且采用了宽大的轮胎和独特的胎纹设计，所以能够在各种特殊复杂地域执行机动、侦察、巡逻、突击等任务。此外，它还具备水上机动能力。山猫不仅能原地360度转向，还能够轻松跨越 1.2 米的壕沟，爬上35度的斜坡。它还可以由米8、米171等直升机相互配合进行空运，战场投送非常方便。在实战环境下，山猫全地形车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投放到战场，大大提高了我军战术执行的效率。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和其他装备平台能够协调配合，构成一个是吧网络式的机动平台。因为它们既能够运兵，也能够运载武器，当然还能够运载机养，同时呢还可以作为通讯的联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山猫全地形车从传统运输车辆进化为具备多种功能、可执行多种任务的攻击型车辆。中国人民解放军山地丛林部队、边海巡防部队、陆战侦察部队和空降兵部队终于有了自己的随行重火力打击平台，为组建自带防空、轻重全系、灵活机动的独立作战分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是中国全地形载具发展的重要一环。山猫系列突击车列装我军之后呢，可以说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我们陆海空三军综合作战能力。如果说朱日和阅兵是模拟了实战地理环境的话，那么海上阅兵就是在真正实战化背景下的阅兵。茫茫海疆就是海军将士们的沙场。海军小将军，一仗的两个文兵，请您解员。2018年4月12日上午，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隆重举行海上阅兵活动，48艘舰艇乘风破浪，76架战机振翅翱翔，10,000余名官兵雄姿英发。不同于陆地阅兵，海上阅兵能将海军的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岸防、陆战队等五大主力兵种装备充分展示，更具海军特色。在此次海上阅兵中，一大批新型潜艇、水面舰艇、作战飞机集中展示。备受瞩目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在众人期盼中闪亮登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为001型航空母舰，舷号16，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首艘航空母舰。201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宣布辽宁舰正式交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入列。
航空母舰，它一旦提供给人民海军之后，那么人民海军的作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你有了航空母舰，你就可以在远海对海打击，在海上争夺制海权，你就可以由海向陆的进行这种攻击作战。辽宁舰是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全长达到了300多米，宽70多米，从龙骨到主桅杆的高度达60多米，主甲板以下有10层，主甲板以上舰岛式上层建筑有9层。该舰最高航速32节，舰首采用滑跃式起飞甲板，呈14度坡度。舰艇中部设有4道飞机降落拦阻索及1道应急阻拦网。辽宁舰的入列完成了中国航母从无到有的飞跃，对于提高人民海军综合作战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增强防卫作战能力，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航空母舰作为海上霸主，是一种以舰载机为作战武器的大型水面舰艇，于是我国的第一款舰载机歼15应运而生，成为航母辽宁舰的主力装备。航空母舰厉害不厉害，不在于你有10万吨还是8万吨啊，不在你是核动力还是常规动力，而是看你要搭载什么样的舰载机，能搭多少架的舰载机，你每昼夜能够起飞多少架次，这才体现你航空母舰作战能力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航空母舰没有舰载机，那你就是一个没拳头的巨人。所以我们讲歼15就是航空母舰辽宁舰的拳头。201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举行，歼15舰载机在此次阅兵式上高调亮相。歼15绰号飞鲨，是以国产歼11战斗机为基础研制和发展而来的单座双发舰载战斗机。它在歼11的基础上新增了一对压翼，装备2台大推力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机身长22.28米，主翼展开时翼展14.70米，折叠后7.40米，空重17.5吨。作为舰载机，歼15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之所以选择歼15作为辽宁舰的舰载战斗机，有两个因素很关键，就是歼15战机具备的较远航程与强大火力。作为一款重型战机，歼15的最大航程可以达到3500公里，这无疑是它作为舰载战斗机最大的优势。除此之外，歼15还可以挂载更多精确制导武器。歼15舰载机共有12个外挂点，可以挂载霹雳8、9近距空空导弹、鹰击91超音速远程反舰反辐射导弹以及飞腾2型反辐射导弹等。除了这些，歼15战机还安装了一门30毫米 GSH-301 航炮，火力强大。如今歼15舰载机的飞行操作和战术训练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具备了整装作战能力。有了它，中国发展远洋海军更有底气。辽宁舰
再加上歼十五飞机啊，形成这种作战能力以后，那么我们国家在人民海军的这种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作战行动中，就可以啊到远海去，你就可以争夺制空权，就可以争夺制海权，你就可以由海向陆的打击。所以呢，这对我们国家维护自己的海上方向安全、维护我们国家的海上权益，以及在未来的信息化体系作战中，都增加了有效的平台，铸就了一块非常有分量的基石。黄海波飞浪卷，巨舰劈波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领航的驱逐舰群踏浪而来，气势如虹。导弹驱逐舰自诞生以来就受到大国的青睐，可以执行防空、反导、反潜、反舰、对陆打击等多样化任务，被誉为海上多面手。南昌舰舷号101，它是我国首艘万吨级导弹驱逐舰。放眼世界，能独立设计和制造万吨大驱的国家屈指可数。驱逐舰啊，在青岛啊第一次和世人见面。那么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就是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它填补了我们国家万吨大驱的一个空白。因为过去呢，我们从就是比较早的051、052这样的导弹驱逐舰呢，吨位一个是逐渐的上升，从4000吨、6000吨，然后现在到了上万吨。那么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排水量的增加，而是说它上面的这个装备有了很大的变化，还有它的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055型驱逐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万吨级导弹驱逐舰，排水量高达1.3万吨。该舰采用了一体化桅杆设计，舰艇信息整合和融合程度非常高，隐身能力得到提升。它还配备了双波段雷达，具备反隐身、反低轨道卫星的能力，探测距离也更远。武器装备上，055型导弹驱逐舰一共有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舰桥前面64个，舰尾48个，创造了人民海军舰船垂发单元的数量之最。同时具备发射巡航导弹、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的能力。相较于052地形中华神盾，055万吨级驱逐舰作战能力更强，也更具威慑力。它的出现让人民海军拥有了一流的海上防空、反导、反舰、反潜的流动作战平台，作战能力向世界第一方阵迈进。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的入役，给人民海军不但就是填补了空白，增加了一种新型的作战平台，而且为我们未来人民海军的这种战略，特别是远海的这种护卫能力的提升啊，是增加了一个新的平台。055型导弹驱逐舰武器系统齐备，综合作战能力强，续航时间长，自动化水平高，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航母编队中，它不仅是航空母舰的带刀护卫，还可充当编队指挥舰，全面提高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南昌舰的入列不易，标志着中国军驱逐舰实现了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外形优美、威力强大的055型导弹驱逐舰，不但代表着当代人民海军科技的最高水平，比肩世界海军一流驱逐舰，
成为强大人民海军的标志。为我国经略海洋、维护海权、建设海军提供有力的支撑。从朱日和阅兵到南海海上阅兵、青岛海上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场又一场气势磅礴的沙场阅兵，向全军、全国甚至全世界发出明白无误的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实战、谋打赢。中国人民解放军迸发着宏大气势，向着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奋力前行。